玉生，你怎上来啊？维云，，我就顺续过来。顺续。 你歌舞都有在听无？有啊，心疼。美艳，我的新造型有好看无？就是耶，有爱的自律的查某人，安怎拢好看？啊，不过这爱不是别人给我的，是我决定。 要好好爱家己，最近真正发生足侪代志，所以我决定要改变我家己，打拼维护我的婚姻，把余生的信念都倒来。人的心也是变啊，安怎抓嘛抓袂着，啊，不过至少，逐天拢会倒来我的心。 人生人生，到最后也是会跟人行。迄毋是跟人行，迄是用责任甲一个人绑住的。会当承受责任的爱，才是真正的爱。查甫人到最后也是会选择家庭。 你是咧讲啥？敢做欢喜诶！我诶美丽家园，当初就升等啊，变做比原本更加大件。真是诶哦，看起来咱事业潮要出头天啊！<笑>是讲黄大设计师最近毋知伫咧播音啥，敲电话互伊拢无接。哦。 诶，老师，未来Kiss Kiss了，阮拍算去日本行行，当作是二度蜜月。啊，我应该是在研究行程，才会无接到你的电话。嗯，之前嘛有一个人讲要带我出国，<笑>不安尼啦，咱做伙去啊，我嘛就想要去日本诶，一定足好耍。人要去二度蜜月，你到啥物老日啊？那有啥物要紧？ 啊，因困一间，啊我困一间。若是因不介意，咱做伙困一间，我嘛是会用的哦。林美妍，Luxury Villa， 啊，佮有足侪流程要行的，你着遮尼无想要看着我？做不了情人，咪当做朋友啊？你毋是讲要好聚好散？我过啊。 我公司人看到唔好啦，你当时拼这尼无胆，静静牵我的手去西北会公司，你拢袂惊的。我无想要为因伤心，为着为因好，咱所有的朋友拢莫做。你敢知影盛发甲大捷建设，还佮有东京上野集团，要合作去上场的代志？ 我进前哦，就想要把这个好消息甲你讲，互你有机会当来卡位。嗯，上叫你拢无接我的电话。我星期日了后，头一个任务就是要处理这商场的设计案。虽然恁公司的规模有较小，啊，不过以你的财经还佮有品味，我是会当考虑互你试看卖啊。 真是的。啊，不过我看伊拄只个态度，敢若无想要甲我有任何交叉。嗯，真正足可惜的。若是会当帮东京上野集团设计商场，这设计师的能力哦，一定受到国际的认同。
超过敢若会当世界一般的社区大楼的宽度，而且甲国际建筑师齐名。你讲，这个风声若是传出去，唔知有偌济公司要投标？终于，你是安怎做的？和正牌男友，啊，佮有小王，唔是，是前任男友，啊，佮有现任小王，拢叫你爱你，敢唔当搞啊？你敢有需要我甲你打？佮搞落去，就要爬去你正宫的眠床顶啊！你讲甚物正宫？袂输我是小三共款。冬雨，我跟你讲哦，今仔日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团结媳妇给我看，讲什么有一个小三早起困正宫的眠床，结果被我捉奸在床。哈，羞憨了吧？小三去困正宫的眠床，不是讲安尼会当扶正啊？嗯，我感觉若是小三困我的眠床，我绝对袂当接受，我绝对会把迄眠床摕去烧掉。只不过是一顶眠床，敢有需要这么激动？啊，你去饭店嘛是困别人困过的眠床啊？还是那我赶快呐！小三去困正宫的眠床，这根本就是在挑衅，在宣示主权。哼，可不就把正宫看你干嘞？我顶多唔是安尼感觉呢，我感觉小三条哥伊去困正宫的眠床，就亲像狗啊四个朋友，想要占位。做记号，所以你意思小三是狗啊？我无讲诶，是你讲诶哦。Hello， 玉生，我穿安尼敢有好看？啊，对啦，委员是毋是拢困这个位置？你是毋是答案拢甲伊揽掉掉安尼困啊？你紧落来啊！只要我甲委员名称，你哪能倒贴地板？哎呦，只不过是一张名称，你敢有需要我这么大心地啊？你紧落来哦，你。哎。我爬袂起来，你甲我摇嘛？你起来。亲门大户，搁困伫个委员名称，伤过分啊！帮我刷好无？过分的是你甲高委员呢，你想要摕着我的合约，啊，不过煞唔肯让我要提的，你敢对得起我？好啊，你卖啦！我不来了，我不要去了。哎，我是不是有听到有人的声音啊？哎，你唔是讲，伊拢出去替恁爸庆生，暗时才会回来？就顾不来委员到吃饭啊，我就选黄爸来出路菜。我嘛是，爸，我甲嫂嫂吼，冇准备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我们就藏在厝内底哦。就知影你临时改变主意，一定有问题。哇！哇！吹掉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家慢慢感觉受意外啦，林美妍早就甲咱教室讲的，真不要紧。打在土甲糟蹋了。之前李美妍为了要让黄玉山摕到 luxury villa 来设计啦，就摕我甲安迪设计的相片来威胁我。啊，若无，伊就要传给紫薇看。我一定要替你洗手。你说你在哪说？你今嘛竟然好意思叫我甲我阿娘好你？林美妍，好姊妹不是你做的。老
老婆，我知影我这个真正做甲足离谱啊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别安尼啊，我心受不起。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别跟我爸说，给我一次机会好不？我就是笨嘞。我嘛感觉我对不起韦宇，我嘛想要跟黄玉珍分手，我一个人咧痛苦咧丢毒，我想要找人参详，你两个人伫倒？你拢咧无疑出你家己的感情，假使讲你愿意陪伴我听我讲话，陪我做袂去找黄玉珍，我嘛咪无甲其他你一直聊落去。什么死人做，什么丢人做，拢是假的。我无遗憾，我根本就无需要你这种虚情假意的闺蜜。我刚才想要爱我的爱情，你拢别怪我，你拢假动作。啊，世界朝向出来变哪呢？既然你坚持不爱回头。奶奶，咱嘛无啥物好讲的。别回心嘞哦！老火骨嘞，好厝边头要知影哦，你到底做唔着啥物代志，好委员哦，真来伤心啦。黄医生，那几个人不是我，是你爸爸妈妈。应该还被你做了好一下聊聊啊。你之前不是伊在讲？事业上我无法度甲伊斗相共，我嘛无法度替伊生囡仔，今日就无啥物好讲啊！咱离婚。那不是因为美丽家园跟 Luxury Villa， 王玉珍的工作室早就倒啊。韦云哦，应该对我尊重，跟我讲一声多谢。高组长，你今嘛讲林经理，多谢你哦，替我红事赚大钱。嗯，讲一遍我听看麦。伊找到公司的刘丁健，我对去甲你联系。No， 我想要听的不是这句。什么寂寞呀？什么闺蜜都是假的！咱的寂寞啊，全都是你自己破坏的。我讲廖尊公，大家发现以后，你会回头，结果你真的是无救啊！再讲出来就要被攻下！你放弃，你放弃，他生气！干哪要怪我？尤其是你李昭玉，卖嗲孤枪匹马呗！竟然敢干我！你是在创啥？把会议室当作什么所在啊？尤其是你林经理，若不是我出现。这不要弹出去，害人受伤，是出大代志的。盛发集团，那是因为这去警察局上新闻，你敢当负责？从来拢唔捌想过，咱四月草就安尼跳破冰啊！
Sorry， 我人无爽快，无法度替你扣。我你今日哪无穿裙搭？趁这个机会，讲出我有玉生囡仔的代志，和维云退出，玉生就是我的。因为哦，我因为你生理期来又上班都无爽快，所以才无穿。那你讲有需要卫生棉，还是止痛药？拢唔免，因为这个物件我即马拢用袂着啊。因为着上好。你食拍巴豆？你才食拍巴豆。看起来你根本就无需要关心。我是无需要你的关心，因为我需要的是玉生。你莫讲演啊啦！你若想要拍，想要骂，就由在你。你安尼假哦，我就是要吐的。你拄只已经吐。玉生今仔日用外遇跟你做伙，林刚伊嘛会去偷食其他的查某。我看到北京也是有，卖想讲会当用爱去改变一个人，安尼只会去伤害到你家己。受伤的人是你，后生让人抢走的嘛是你，你这话是讲你家己听的啊？规工就伫遐讲这大道理，到时阵你若是知影巴肚内底有玉生的囡仔，我看你敢会参照今麦讲的这么嚣张？